子摇滚第一把交椅，有请 MP 魔幻力量。大家好，跳舞的时间到了，手机给我 come on。 Let's rock it up, rock it。我需要你的声音，可以吗？你真爱，你是爱，我是那种不是给你怪。我把感觉带着入手，把那后的回忆入手。我让时间轻的溜走，爱是魔鬼，我不让你受伤。手来，再回到幸福的爱，感恩感爱，感觉感受。Thank you.
大家辛苦了，今天天气这么冷，然后雨好像越来越大了。其实我们心里有点抱歉，因为我们好像每次到哪里表演就会开始下雨。好，希望大家今天要注意保暖，然后不要感冒，好不好？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呢，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大家好好暖和一下，就是如果接下来这首歌你们有听过的话，我们一起大合唱好不好？带来这首歌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们的手在哪里呢？
尖叫声叫成这样，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每一个人叫什么名字。来，这位叫什么名字？凯凯。Hello， 我是贝手凯凯。你们要叫清楚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凯凯。那这一位想必应该是吉他手了吧？他叫什么名字？雷宝。雷宝，对不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圣诞快乐！雷宝的圣诞祝福。另外，来来来，继续，每一个都帮你们访问到，这是谁？大家晚安。我觉得就是今天大家真的很冷很辛苦，那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跳四个周舞，可以暖身哦。比较偏粉红色的头发，对，刚刚好。刚刚，对，好，继续，你不要。Hello， 我是鼓手阿翔。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。接下来是两位主唱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我是主唱婷婷。婷婷好像都喜欢特别往上发展，哈。对，因为身高比较高。好，最后那一位就叫做嘎嘎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你们真的厉害。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还给 MP 魔幻力量，然后他们可能会教大家一起来跳射手，记得注意你们旁边，好不好？旁边人的安全，好吗？剩三十秒要进现场喽。手在哪里？你们的热情在哪里？我想听到现场所有的尖叫声，让全世界听到，好不好？
听说今天现场有200万人，是不是？这个声音听起来是有20000人。好了，不然这样，刚刚那是20000人，我听一下200000人的声音。现在这样是200000的声音哦。接下来我要听200万人的声音。今天晚上看完演唱会，回去如果你没有打开电脑的话，记得搜寻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，然后给我们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粉丝专页会直接爆冲200万个赞，对不对？ OK 哦，说好了哦。然后我们今天在准备我们的第四张专辑，预计在明年的6月以前会发行，所以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邀请现场200万个人跟我们一起化身为神射手。我热情，你融化，我肯定，你想要，我给你，你指定，我随意。传说的是个太阳球，那不是我的手，那我在你的理想情人无敌的身手。你想把逻辑直觉忍不住会被挽救，只要努一点突破，我就能百发百中。我是神射手 ，It's rock and roll。小鼠人类全还没懂得开始师傅，就连柏拉图看到我大叫一声师傅，就是都用我来吧，哎，一线专心我心的天天看我心天色下，这是要跟我一起下个海飞，动人的黑手黑白似乎是你的真手，空气使用的给你一切就是爱上我，你的赛季我的天只有你的拥有，像海里里这是什么东西？射手舞。哇，我们体力也是壮。真的假的？
忘掉一下，因为我们有承诺说，我们2月3号在小巨蛋，如果没有收集到100个艺人的话，我们就要全裸。那太好，这个比较好看嘛。12月21号的时候，没错，那天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，但是不是很重要。那天对 MP 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，因为那天刚好是我们发行第三张专辑《射手》的日子。到今天已经一年了。对，自从发行《射手》这张专辑以来，在台湾造成一股喜力下的风潮，从此以后台湾人再也没有狐臭的问题。对，很开心，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后面，其实除了这后面的100多位的艺人，对，还有有名的人跳棒跳射手，其实还有很多，就是我们还有没有放上去的，没错。然后也谢谢，就是底下大家其实有很多人都支持了我们的专辑，然后也很谢谢今天我们出场，大家虽然天气这么冷，有什么湿，还是给我们这么大的尖叫声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感谢，很难得邀请到这个关键时刻的这个，我这么看，宝杰，谢谢宝杰哥，然后谢谢非常多的艺人朋友跟音乐人朋友，然后也许2014年 MP 的新专辑可能会有扇子舞，或者是有戏招舞，说不定我们会邀请更多的音乐人跟艺人，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再继续支持我们，好不好？然后刚才我有听到这个梁先朋友说，我们没有找到主持人 Dennis 跟我们一起跳射手舞，所以这张专辑不能有遗憾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要再邀请两位主持人出台跟我们一起跳射手舞。好，欢迎 Dennis 杨千霏。Dennis 不是我们不找你，好了，是你活动接太多了，我们遇不到你。出现在第71位哦，是哦，好 ，Dennis 加入这100多位的其中一位，绝对荣幸。Dennis 没有 Dennis 肢体残障，所以现场每一位不是大家都没有看过你跳，我只有听过你。哇哦，我是 Dennis。哇哦，所以待会帮 Dennis 一起跳一下，好不好？好想看。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应该都会跳射手舞了吧？等一下，如果会的话，给我一点声音好不好？这样听起来，只有20万人会，有200万人都会跳射手舞吗？那就把你们的手都举起来，我们。
时间来哦，准备哦。Dennis， 你准备好了吗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可以的，我说 ，Let's fucking roll。烧不舍的杀手 ，Rock and roll， 无敌神射手 ，Let's fucking roll。怎么觉得现在腰酸背痛？待会呢，我请某人帮你按摩按摩。